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。非常感谢一个师兄把名额让给我们。我是帮我女儿看的，2014年6月22日出生，属马的。她当时在9个月的时候突然出鼻血，然后到医院去查，就查出来 B 超肝硬化影像。后来我们就去上海查，查出来就血小板一直很低，白细胞减少，胃底静脉曲张，门脉高压脾大，就完全是成人的肝硬化的症状。但是最后去那个儿童医院去做肝穿，结果又是好的。现在医院都没有办法查出原因来，所以请卢俊宏台长。几几年呢？2014年6月22日属马。2014年属马的是吧？对，只有17个月大。你烧了几张小房子了？现在80张。男的女的女孩子。天上仙女来的。对的，我女儿她非常的聪明。很聪明。是的，非常让聪他到明。人间来吃苦头的，哦，死死不掉，拖有的拖了，很急，我们很着急。很着急，造业，你们家族有杀业。是的。鼓掌，听得懂吗？然后想问一下，他出生的时候头顶和前衅都没有头发，现在慢慢长出来了，以后还有没有长出来？很漂亮的长得小闺女慢，长得很慢，头发长得很慢。还是她会长的出内分泌失调，哦，血液不好，所以头发长得特别慢，而且对，长出来的颜色也不是白的，也不是黑的，好像有点金黄色对的。的，对的。鼓掌。然后想问一下，他的肝脏有没有受到损伤？因为医院查不出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属马，2014年。不要担心啦，许愿吧，好好的发誓吃全素吧，好，全家一起吃。好，这个是菩萨已经在救他了。谢谢，确后实来是。肝好是菩萨给他加持之后好的。是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谢谢，你涂台们长。家里如果再杀生的话，他会流鼻血，会出大事的。对，我们知道了。你们家里不许再吃荤的了。好的，因为你先生业障也很重，你的对，口业，你好，先生是不是做什么海鲜生意，还做什么生意他啊？做厨师的。麻烦了，这个事情。你等着你女儿第二次肝坏掉。我们现在已经不许愿，已经不做了。不要做啦。对，我们结识心灵法门以后，就开始帮他念。他一开始医生不查要出做也来，饿不死啊！你厨师，可以做其他的嘛，做蔬菜馆啦，对，做蔬点菜心馆，师啦，对，我为什们么不有可以这个做打啦？算。是的，你看谢今谢。天我们啊来了这么多嘉宾到我们马来西亚来。我们做这么多素食，啊，你加入，明天做两个好的吃吃。谢谢罗台长，请问他的那个胃底静脉曲张会不会有大出血的可能？你的孩子啊，对，他的胃是吧？胃底静脉曲张，因为查出来是肝硬化的影像，哎，是不没是？大问题，谢谢。然后他那没个，大问题，然后他他，就是以后影响他的妇科，哦。啊，他现在还小了，他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以后。大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小女孩的生理期不正常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谢谢，他当时，免疫系统同时查出来有问题，后来就说要做骨髓移植，我们就赶紧就结识心灵法门，就已现经在是很不需好要了。了，现对。在你不信了，你问问看孩子做梦做到过菩萨没有啦？太小了。你跟他没有做到过啊？他太小了。你做到过不啦？我做到过。好嘞，还不知道啊？还要我讲啊？谢谢，但他的功课要怎么做？你不但做到过菩萨，你还做到过穿西装的人不啦？哦，我不记得了。
穿西装的人地位太低了。没有没有，果味太小了。应该是卢台长。是，所以下等下下品。没有没有，请问一下他的功课要怎么做？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们当时打电话去东方台是许愿800张，已经烧了80张。800张。放生10000条鱼，已经放了6000条。继续，好吧？你老公如果能够一定要去掉这个做厨师这个毛病，女儿还有救。好，否则的话全部算在你女儿身上。好，好吧。好的，谢谢台长。 你老公很老实的，听你话的。是的是的、是个大好人。这大好人听你话就大好人，听你话就大坏人。你要怕老婆、哎、然后想问一下，我家里面要设一个佛台，请问是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？你家里啊？对。哦，你家里买个房子还蛮好的嘛。没有，是新搬的，租的、蛮好的。哎呀，我看见了啊，地板进来的地方，地方是地板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。还蛮漂亮的。谢谢。蛮好，放在客厅里啊。对，客厅可不可以放在靠面对电视机的右手边，靠窗子那一边？对，好，靠窗户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过你们家那个窗帘啊，不大好看。颜色深了一点了、明白吗、有点像咖啡色的、好像有一点、太深了、你们家还可以、好，不错，谢谢台长、我看看去请一个佛台吧。对，我们就准备请。好吧，好的，赶快把观世音菩萨请到你家里来。好，天天帮你孩子治病。谢谢。你不觉得快乐无比了吗？谢谢，我们想给孩子吃大杯水每一天。好吧，感恩台长、每天给他吃大杯水啊。对、头上抹大杯水，然后、可以问往生吗？他的弟弟什么？王仁啊，再看一个吧。帮我问一下，叫蔡明木，蔡就是草头蔡，明天的明，穆桂英的穆，2015年7月11号往生。蔡明，明天的明，穆桂英的穆。蔡明穆。2015年7月11号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蔡明穆，蛮厉害的，在阿修罗的上层。哇，谢谢。好吧。谢谢台长，感恩。